不知道是谁的支架。 好了，准备去现场。2点钟开始吧，应该没有声音，没响起来，音乐声还没响起来，应该晚一点点。他们正走过去喽，我走了，等那个充电线没了，我在我车上拿了一个。 拿了一个三角支架，然后有时间吧，他们要用一用。不过今天太阳还没昨天大，昨天的太阳没点大。 还有，太阳不大。 那天从个，他天气说恰这样的，那天从个路上嘛，都整个没说，那个龙门个等于俺爹的没有那爹的，那俺没了，那俺是那，那天挨着吃一条，那个过节时候给他，哎，出门走了公开人家的嘛的，那天人家做红包馒头，挨着我们吃完了吃完这什么，那天今天就到走路路通过人家过没说，我就在那嘞，那天挨着了，可跟那可靠有了嘛的，挨着给他一条给那嘞，那天说给那嘞，就说等到今天退天，那天出门不，那从，哎，都和那把爹的老杨旭出生开的。
也是爹地大龙王那茶店手里的从那个都说个那茶店的爬上不能干死的蛮确实这压力就缺乏的我也要对这里是德格县第二届民间文创交易盛会第三场文化惠民演出的现场，欢迎各位。你把我比武器拿吧，跟电脑吧，你们不大忙吧？那么天气是多美嘞！那是，那还说扛把别给大家听了。
在这样一个精彩的国度里，我们可以观赏到咱们善地德格丰富多彩的文化和旅游资源。
我们的工作人员。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如今的德格城乡风貌越来越美丽了，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幸福了，咱们的社会风气也是越来越和谐。当然这离不开曾经奋战在咱们德格各个工作岗位的干部们，如今他们已经退休，但是并没有褪色，依然在为咱们德格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贡献着自己的力量。那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咱们德格县老年协会郭庄队为我们带来舞蹈《康巴德格》。Love.